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拳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八集，我是310。那上一集是拿到了这个阿特拉斯的手杖，咱们这边接下去看。然后上集这个比较短，还有前段时间录的这个战神三有几集也是挺短的，20多分钟，然后有些同学就表示视频太短了，这个有意见。那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存档点这个东西它是可遇不可求啊，所以说不是说我想30分钟卡断存档就可以做到的，有时候我也是这个没有办法，还希望大家谅解。然后现在换了那个新的压制视频的方法，我也是这个在优酷上摸索了很长时间才总结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容量和时间呢就上去了，那么换来的就是这个清晰度会有所提高，当然只是很有限的提高。大家可能看这个最近几期战神三也是看出来了，那我以后尽量用这种保证这种清晰度，所以说这个视频更新起来也就相对稍稍慢一些。好，这边这个两个开关呢，先拉那边那个，再过来拉这边这个，然后走的时候尽量走这个对角线，如果不放心的中间可以二段跳一下，如果说中间被这个齿轮割到一下的话，最后是来不及进这个门的，所以说要基本上要无伤跑过来才行。好，这里读盘了，那这个 hard 难度下被那个齿轮割一下还是挺疼的，而且又要重新拉那个机关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说刚才那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难点吧。好，这里这个弓箭手要优先解决，这里两头牛呢，这个哎，这里出招慢了一点，哎，连续被打，好，总算这个抓到机会了。好，最后这个我们用普通攻击干掉，然后打出那个 QTE 以后呢，用这个 QTE 来回一点绿魂，空中投掷直接投死是不会给绿魂的。哎，感觉这个 QTE 好像难按了一点。难道是因为这个战神三普通难度玩惯了吗？好，这边他说这个门打不开，那咱们回去想办法。先是回到中间这个平台上，把那个阿特拉斯的手杖给它插上去，插上去以后呢，转动这个把手，哎，这个就是所谓的阿特拉斯巨人的考验。那阿特拉斯是这个泰坦中的一个，是这个后来被宙斯罚了去顶天了，在二代的时候是登场过的。啊，这个不会是阿特拉斯吧？这个长得也差太多了，顶了个球。好，这边这个绕到后面呢，可以拿到一个缪斯的钥匙，这个是整个游戏一共有两个，这边有第一个，那么这集我们还会拿到另外一个，拿到两个这个缪斯钥匙呢，可以去那个潘多拉环形地带，有一个房间里面装上这两块钥匙就可以开门，然后里边可以增加一次这个血槽上限和魔法槽上限，还有大量的这个红魂经验，那个房间一定要去。这边这个调整一下方向，尽量不要腹背受敌。好，这边还有，前面又出敌人，咱们这个往后退一退，保证他们所有的敌人在同一个方向，便于我们这个浮空。哎，一听到他们反击的声音呢，赶紧躲开，这里出错招了。OK， 全部搞定。那么再往前走呢，还有一批这个弓箭手，
当心一点。好，这边这个对面还有，不过我们先不着急，到这边这个宝箱去开一下。这个时候基本上那个弓箭手是射不到我们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宝箱，好像凤凰羽毛还差几根，还差三根吧。那个石化之眼是收集齐了。好，哎，怎么听到还有这个敌人声音？也貌似有一个弓箭手被我甩下去了。那算了，咱们先拉这个开关。哎，他好像刚才射了一箭在我这个脚边。好，这边这个拉动开关以后呢，那个阿特拉斯就把球给扔出去了，然后把门上砸了个窟窿。哎，我刚才听到这个爆炸弓箭爆炸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好，那这个我们先到这边来，不要以为这边开完门就没事了，还是有这个隐藏宝箱的。这里有一个红魂，在这个对面的位置还有一个。那虽然可以从这边这个桥走，不过给大家看一种这个空中作业的方法，就是利用斜道。为什么说这把刀是这个因为 bug 而存在的，就是这个原因。空中方方圆以后放这个波塞冬之怒，再接方方圆，这样就可以在空中不断上升并且不断前进，这个是非常强悍的 bug。 好，这边呢，这个其实不开门呢也是可以出去的，也就是说不用那个球去撞那个门也是可以出去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方方圆，哎，可以看到站到这上面去了，然后往外跳一下呢，就可以直接绕过这个门，直接往前面走，那也就会稍稍节省一点时间。好，咱们回去把那弓箭手干掉。哎，还不大射了一下。好，这种这个就是空中，哎，这边这个宝箱我拿了吗？好，最近这个年纪大了，有点健忘。这空中那把那个阿特弥斯之刃、空中方方圆，然后和这个波塞冬之怒轮流，这种方法呢是可以穿过很多这个场景，还有到达很多以前不能到达的地方，包括跳过这个大段流程，都是非常方便的。好，这边这个要把这个家伙的脑袋给他拔下来。哎，这个家伙挺硬的，是不是吃了钙中钙了？拔个死人脑袋拔这么长时间。好，这边这个双色宝箱呢正好补一下。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长的通道。好，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一大堆这个尸体，那就是这儿，然后会触发剧情。这边说这些破碎的尸体躺在脚下，他们都企图来找这个潘多拉魔盒。就在此时，奎托斯知道了谁该为一切负责。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艾瑞斯的破坏，这也是艾瑞斯的宠儿所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奎托斯就是这一切的直接见证人。作为最年轻和最英勇的斯巴达统帅，奎托斯总是能够激发部下们这些狂热的战斗欲望和忠诚心。但是这一切呢，都这个直到某一天，来自东方的这个野蛮人成千上万，他们毫无怜悯的这个突袭了斯巴达人。这是在说 Kratos 的过去。然后这边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好，可以看到斯巴达这个斯巴达士兵呢完全不是那些野蛮人的对手，被这个打得落花流水啊。那这些士兵面临的是一场谋杀，而他们年轻的这个统帅呢也面临着他的辉煌事业和生命都走到了尽头，
但对奎托斯来说，这个胜利是值得用任何东西去换取的，即使是他的灵魂。他说 Ares 摧毁我的敌人，那我就把生命给你。好，他向这个战神 Ares 发出了这个求救，并且出卖了自己。那绝望的呼救像幽灵一样一直游荡在 Kratos 耳旁。天哪，我到底变成了个什么东西。好，那么这边呢就算是完结了。这边出来呢是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不？这个地方咱们也是来过的吧。好，这边又有封印了，这个强制战斗。依然是这个尽量让所有的敌人处在自己的这个同一方向，避免前后夹击。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魔法有多余的话，可以选择用那个美杜莎的光线，因为所有的敌人都扎在一块儿，这个石化一下会非常爽。这个空中连击 OK 搞定了，前面这个封印就会解除，然后这边出来呢，这边门就关上了。 OK 我们到正对面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脑袋给它安上以后，这边门就开了，然后一进来就是一个这个大滚轮，大家走快点，不要被它碾到，那个碾到的话是直接死亡。好，这边有个梯子，咱们上去以后呢，它提示我们，哎，在这个圆周的对面呢，上面还有一个高梯子，那咱们要站在那个滚筒上面才够得着。 OK 那么如果速度够快的话呢，放完剧情这个滚筒刚好滚到我们脚边，咱们就立马跳上去就 OK 了。然后就像这个小时候的那个 FC 上的那叫什么游戏，马戏团，对，踩那个滚球一样。那咱们就是这个往相反的方向走，注意控制这个节奏，别走太慢也不要太快，然后到这个地方呢直接跳上去就 OK。 当然了，这个不用这个滚轮，直接用斜道也是可以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失误了，再来一次，先到跳到空中的最高点，然后晃一下那个发一个波塞冬之怒，然后再挥一下这个方块剑，挥一下这个刀，然后马上再按跳，就可以这个跳到空中这个梯子上去。好，这边往上爬几下呢，这个梯子就会降下来，然后同时这个滚轮也就掉到地板下边去了。咱们继续往上爬。好，那么其实我们进来的这个入口呢就在这个梯子旁边，如果说想要玩那个斜道TA 的话，就直接进来，然后这个用一下这个斜道就可以上去了。如果说不是很熟练呢，可以等那个滚轮走过去，在这个墙边的空隙的时候等一会儿，等那个滚轮过去呢，再这个用斜道跳上这个梯子，是大可不必到那个斜坡那儿等着滚轮过来。当然，我也是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正常的流程该怎么走。咱们也不能一路写到吧。好，这里写着这个波塞冬的挑战，那么刚才那一章节算是结束了。好，这里先换成石化，接下来这场战斗处理的不好的话会是一场这个恶战。好， Kratos 来到这个圆形的竞技场，看到这边跳上了一条小狗。好，这个就是一代的那个地狱犬。正当这个 Kratos 纳闷的时候呢，这个狗就
突然之间变大了。好，是激素了，这家伙绝对是激素。那么一上来呢，赶紧放石化光线，然后两个方方三角直接把它打爆，这样的话剩下的就全是小狗了。那么小狗呢，就是说你一段时间这个不去解决它的话，它就会变成大狗，等到屏幕上出现三条大狗，基本上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直接这个 retry 了。我好像还没碰到过这个屏幕上四条大狗的情况，三条大狗一般来说你是很难抵挡住他们这个攻势的。好，这个小狗多的时候赶紧放那个波塞冬之怒，这个可以考虑升级一下，这个波塞冬之怒升级一下。我这边是为了升主武器，这个波塞冬之怒一直没有升级，因为我觉得这个大部分战斗用一级的这个波塞冬之怒都是可以打过的。那咱们主武器升到顶了，咱们再来升这些魔法。好，这些狗呢就方方三角，然后有时候抓来投一下也是可以的，用圆圈，哎，就是这样。好，这个直接踩死呢是两颗绿魂。 OK， 这边狗就全部清干净了，可以看到这场战斗打得还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不知道的话，等那些小狗都变大了那就完了。所以说这一场战斗还是比较讲究方法的。那这只是我的方法，也许还有更这个效率更高的方法，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好，这边把这个石块推过来挡一下路。好，这看到这对面这两个巨人呢，他非常二，就被那块石头给卡住了。好，这边这个好像走过来了，不过那个是走不过来。哎，好像老是出错招啊。哎，当心他这个撞。好，出提示了，咱们这个不要给他任何机会，直接秒掉。这样的话还会给点这个蓝魂，如果用 QTE 干掉的话会是大量的红魂。好，他冲撞，不过是撞不坏这块石头的。咱们只要这个隔山打牛就行了。出提示了，咱们上去抓一下。哎，哎呀，那这个算了，咱们还是快点把它了结了吧，这个 QT 比较难按。好，这边就一大堆弓箭手。这个比较囧，比较囧。好，总算到他们面前了。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要用那个刚才那块石头推着那块石头过来，然后就可以顶住这些弓箭了，一直躲在石头后面，然后推到那个石头推不过来的时候再过来，这样的话就会简单一点。不过我刚才这个头脑发热就忘记掉这件事情了，那也是这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咱们跳上去抓吧，在下面阴好像也这个效率比较低。 OK， 全部搞定以后，还好咱们前面是有一个这个双色宝箱没有开掉。哎，就是这个，赶紧回来补一下。好，这边上来三条这个三头犬。
打这个三头犬呢，还要注意远处弓箭手的干扰。好，用空中投掷干掉是会掉一颗绿魂，然后地面投掷是两颗绿魂。好，这里咱们要先把楼上这个家伙干掉，然后把它干掉呢，它还会刷一个。哎，不过这边有一只这个爆炸箭射过来，咱们就不等它刷了。好，到后面安全一点的地方战斗。哎，这里按错了，哎，非常悲剧啊。哎，这家伙还没打死。这边这个地狱犬还是要优先解决的，一会儿他们会变大，变大的话就非常难对付了。变大的话，这个如果说有魔法，要赶紧用这个美杜莎的石化光线把它干掉，要不然这个战斗会变得非常难搞。好，这边人好像清干净了，那咱们往前走。好，这边有一个这个扳机，拉一下呢，整个房间就会开始这个转。好，这里我记得这个我备注了一下，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边呢，这个转出来会有一些宝箱，它会停一下，然后你进去开完宝箱要赶紧滚出来，要不然被关在里面的话就只有死了，因为那些地上的针会戳出来把你直接干掉。好，这里这个R没来得及按呢，这个就算了，不贪多。少掉一个红温宝箱，这个损失不是非常大。好，这里这个翻滚方向错误呢，就直接被关在里边了。那这个赶紧 restart， 趁现在还没有死掉。那么继续回到这个地方，再来玩一次这个机关。刚才那一下确实是玩的比较烂。好，那么这个地方虽然说是这个失误比较恶心，但是好在前面都还玩的还行，所以说我就不重录了，那就这样吧。好，这边也开掉，一共是四个。那这边这个是第三个，速度要快，赶紧贴上去，然后按住 R2， 然后打开以后向后翻滚。如果说不发生意外的话，时间应该是完全来得及。转到这儿呢，这个门打开，前面就是出路了。啊，这边这个绿魂宝箱开一下吧。一会儿往前走，它那个门又关上了，那就完了。好，这边又有新型的敌人了，这个用空中投掷会比较简单一点。这个应该是这个最强的那种杂兵了吧。哎，好，这里出现了三个，这个就比较难搞。还可以看到他们经常会防御。而且那招用剑这个往前刺的那招，这个前面不是很有征兆，所以说比较难躲。那个镰刀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征兆。好，咱们换一下这个石化光线。哎，好，干掉一个，然后这边好像又会刷一个。
这边这种兵还是比较多的，赶紧上去抓。你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人他无视我的攻击在出招啊，这里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大可以这个直接走人，并非是这个强制战斗。哎，好像都死了吧。那这边打完以后呢，就从这边二段跳上去，当然你刚才不打直接走人也是可以的，然后这边一路往上跳，然后先注意先往右边走。咱们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基本上都会隐藏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这个宝箱。那这里宝箱放的就是第二把这个缪斯的钥匙，那咱们是收集齐了两把缪斯钥匙给大家看一下。哎，就是这个缪斯的钥匙，然后这边这个凤凰羽毛还差三根，石化之眼已经齐了。哎，红魂好像够了，那咱们升级一下这个主武器混沌之刃。哎，非常怀念的武器。混沌之刃这个升到顶以后呢，会变得非常的这个 bug。 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会有一招这个 LE 加圆圈，那这招这个空中跳到二段跳以后放这招是不太有敌人会干扰到你的，只要你蓄力蓄满的话，砸下来那一下是攻击力比较高的，而且范围也很广，就是这个 LE 加圆圈。然后还有一招是方块，然后按住方块，这个用处不是非常大。还有最后一个新的能力呢，就是在爆气的时候使魔法槽无限。好，这边还是沿着这个路往前走。好，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又是拉远了，看到下面的这个克洛诺斯正在背着这个潘多拉神庙，非常壮观的镜头啊。好，这边的牛头，哎，这家伙干扰了一下，导致我没有把那个牛头浮空。他来回一下 HP。 哎，这个就是方块按住那招。哎，这个就是出招没他快的后果，就是被他砸一下。好，直接死掉了，那无所谓，咱们继续往前走。这边看一下新招 LE 加圆圈，就是这招，这个在地面也是可以放的，当然跳到二段跳，跳到最高点再放这招呢比较安全，因为没有敌人可以打到你。好，可以看到范围也非常广，远处的两个石像也砸碎了，而且这招还有吹飞属性，很多平台上用这招的话可以把敌人直接吹下去，那就省了不少时间。 OK，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咱们先石像敲一下，不着急存档。可以看到这个混沌之刃升到最高级是一种这个鲜红的颜色，刀刃的颜色也变了。然后这边有看到很多这个士兵被关在笼子里，他们也是想来拿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接下来这个地方咱们下一关再带给大家，可以预先说一下，也是一个难点，当然希望我可以用这个无限魔力给他扛过去。现在有了无限魔力，基本上这个难点不是非常大非常多了。好，这里先存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也是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一期再见。